今天为啥又是这件事呢？因为狗蛋同学和秋鸭同学都在，春春在这儿就去传里看看。还没等摸到电机就出现心跳，虽然大船这个位置还算有安全感，但机械师角色六鬼我还是第一次，难免有点紧张。那紧张的时候要怎么样才能缓解气氛呢？ Hello， 没错，老母亲要卖儿子啦。因为刚刚没有合适的机会放出傀儡并藏起来，所以为了能实现出他的人生价值，修不了机的情况下只能大未被现身那么一下下。傀儡被逮后出现了小提琴声，所以不用看就知道监管是小提琴家，翻窗避免被闲拉到，赶紧躲一下，直接跳动怕被落地刀，翻窗又怕来不及，那就再现身一下吧。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还好在他拉线前我们跳了下来，躲过这次技能我们继续溜他。眼看红光越来越近，我来感动中国好队啊，趁着擦刀我们赶紧跑。我们到底好，队友分别盘开手中电机，之后我们又被挂在船下的椅子上，估计监管也是着急了，一个传送主动招人，我来，然后我们就被狗蛋同学顺利救下。我们和先知分别盘电机，而狗蛋同学去干扰监管抓翠花同学，队友倒地之后被拉气球，我来，但马上又被截胡了下来，然后再次倒地，再被拉气球，我来，最后再被截胡。那这次监管就不再那么耿直啦，决定先解决麻烦，然后秋鸭同学成功上野，并且就坐在了我们旁边的椅子上，先留再说。狗蛋同学被治疗起来，我来，之后先知赶来救人，但秋鸭同学再次倒地，趁监管忙着挂人，三个人拼命救济。先知被拉气球，监管忙着干扰休息的狗蛋同学时，我们再套下队啊。那这次苏亚同学上一秒飞，三个人又不约而同赶来拼命休息。聊聊啦。监管还有传送，所以不急往大门跑，先藏一下看看情况，队友上以后监管传送，我们再回去偷人。接着开大门，估计队友是想给监管卡二名然后跳地窖的，因为匹配的是路人，看队友头也不会往那儿走，以为队友一定是吃定了那边地窖刷新点，又怕耽误地窖刷新队友跳地窖，所以这次没有当门皇，先知飞天我们就赶紧出来了，但尴尬的是那边又没有地窖，最后一人逃出结束游戏，再见。